伊就提伊个经 ，OK OK， 我提我的，我就讲 Thank you Thank you， 感恩呐、啊。跨越语言隔阂，海外慈济志工来台参加四合一全球志工研习营，台湾慈济志工动起来，环境打理不马虎，还有准备上千人份的餐点，更是大工程。最主要要感恩我们所有的相继的菩萨。他们年纪都是六七十岁的，他们还是大厨。我会以一个很赤诚的心，跟大家一起以法以十轮来转法轮，做出一个美味的佳肴哈，来迎接我们的海外的菩萨哈。营队圆满结束，来自许多志工付出，而远从各国而来的海外志工彼此分享经验，汇聚善的力量，帮助更多人。我感觉到和和互协的力量。是那么大，连连呐、啊！我们把爱的种子撒播在普天之下、国际间，他们带回去粒粒种子，就地在当地萌芽生根。不论海内外，行善步伐不能停，慈济志工发挥生命良能，让温暖洒落人间。来，徐黄金祥、江明台北报道。